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慌里慌张的。我刚才看见我们之前领导了，我们当时闹得挺不愉快的。哦，那人啊是过来应聘经理的。那我先回避一下吧。哎，回避什么呀？去招呼一下。这是工作。那好吧，老板。田经理。哟，这不是童妹吗？好久不见啊，怎么还当服务员呢？真的是什么人什么命啊。不是，您误会了。行了，我不是来这店里吃饭的，以后我就是这店经理了，还得我管你，这就是命。彤彤，你上回面试的经理，我已经帮他办完入职手续了。彤总，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。不好意思，彤彤晚上有约了。可是我还没有面试呢。你没有那个机会了。这猪啊，永远上不了树，这也许啊，就是命。一开心仿佛满地尘埃都跳动，一伤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。